8月10日下午，作为中国青年先锋文化发展基金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中国青年原创音乐选拔扶持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据悉，此次中国青年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主要意为助力音乐梦想，扶持用原创音乐创作的青年人才，提供创业就业平台及资金支持。新闻发布会上，城市理想创始人谢晓东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通过海选、线上征集的方式被关注，借助优势平台的资源发展，并成为音乐圈一股具有商业价值的新生力量，但依然有不少优秀的独立音乐人、乐队面临被海量信息淹没、不被挖掘、演出机会少、难以获得该有的价值回报等问题，这将成为原创音乐发展掣肘。总之，我是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生活，但是呢，自己这个深深的阅历历练之后，我觉得这些不容易。当如果说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给这个当下的这些音乐人才，那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中国青年原创音乐选拔扶持计划将有丰富的资源支持年轻音乐人创业。据悉，此次中国青年原创音乐选拔扶持计划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选拔方式举行，其中线上选拔也将于2017年8月25日开启。